来，接下来讨论讨论咱四个人的这个节目。哎，挺好，节目，做个节目就能歇着了。每年就做那一个节目，做不做成就歇着。结果今年有两个节目。今晚八零九零后。现在人都00后了。八零后都睡了晚上。80后都睡得早。今晚80后是个养生节目了。对，现在已经变成养生节目了。哎，任总，咋了？喂，志胜啊。哎，没有，我现在在乌大棒，本来结束了，要叫你。叫你过来那边过来，我再跟他们谈判嘛。仁哥，仁哥，那个龙珠呢？快，我又买了一个。你说什么？谁跟我说？我又买了个龙珠。你现在有多少颗了？我有4颗了。4颗你也不够啊。加你那颗5颗了。5颗还差2颗，一颗在军哥那里，你应该知道吧？军哥那个已经给我了。哦，给你了。行，我那颗也给你，放心。你在哪？哎，要不这样吧。我现在在乌大棒跟他谈那个铁路的事情，你稍微等我一下，弄完晚一点我拿给你，我今天肯定给你的。好，好，拜拜。好嘞，拜拜。来，一会儿开个复盘会吧，布置一下工作。今天早晨趴石头上把我的阳气给我吸走了，吸走了，黑洞反馈了。我就是吃糖吃多了，我犯困，我的妈呀！我这里边放了4颗冰糖。哎呦我天，你问我要不要放1颗，你放4颗。那几个鹅坐那讨论啥呢？也想弄个小节目。那些不懂幽默的人看咱们是不是跟看他们开会是一样的？好聒噪。好聒噪。嘎嘎的，天天也不知道乐啥呢。懂幽默的人看咱们也很聒噪。不要往自己脸上贴金。就是聒噪。有耳朵的人都觉得我很对，有耳朵的人都觉得聒噪。再放2颗冰糖。再困一点，再困。我路上，我今天晚上的路上要写出来一个方向，一个新的职业方向。哎呀，倒是不聒噪更伤人了。哎，我觉得桃花坞那么多素材，真咱就多要点，人家不要了，咱拿来干点什么不好？咱们自己看看也好。那我就不要了，是吧？你是要开电影院是吧？你，我现在终于知道干什么不好，干这个就不好，自己不是这玩意儿干怎么干这个就不怎么样。我找到答案了，是吧？哎，就刚才这一段他们也用不上，直接改过来得了。第一期节目会员可以屏蔽。哎，讲成90秒90秒的那种非会员，为啥不是那个吗？以后不放广告放哪一个？哎，任总，你在哪儿呢？我在把那个蟑螂馆全部先清理一下，因为那里很脏，他们不允许我这个液态开张。行，你又干啥液态了？我的个妈呀！你要不先把这个咱铁路这边的液态复盘一下？我等一下弄完我就过去跟你复盘，你们先修着先，而且我工资会照发的。好嘞，行，拜拜。我答应你，我答应你的事情照做，对吧？好，那就是奉天的钱。好，哎，这玩意儿。他把咱的工钱除小时数，然后再按小时数再算，再发给咱们。他是不是把咱说的1天260分成了24个小时？你没干几个小时，我给你发几个小时。我的天，他是这么算的是吧？那这260真能修完？我现在听不了这个口音了，我就总感觉我要受骗。咱这个铁路呀，感谢三位。傻子就不给发钱了，就不是撵人了。复盘一下，复盘了，感谢三位，感谢他，起得有点猛啊，一下的，真的。这一次三位能来为我两肋插刀，为我鼎力相助。我们想再插几把刀了，刀不够了。但真的干到这个程度也是我没想到的，因为我本身以为能干完。哦，是干这么少，我没想到呀，这玩意儿。
整的我还挺失望。是，确实，但干到这个程度已经很难了，因为接下来就是重复性的工作，创造性的已经被我们干完了，但就是时间不够。如果时间无涯的话，那么铁路终将圆满。生有涯，而铁路无涯。铁路为什么无涯？因为它没有嘴。杨鸟好不容易张回嘴，杨，告诉你四个字，学海无涯，学学吧，孩子的。但接下来我们跟任总，因为实在是没办法了，没办法让我们的朋友们见证他痛彻那一刻了，就只能我到时候会给你们发视频的。感谢，我也会替你们做一做，感受感受。别做太久，不一定安全。对，我参与修了，所以我不会做太久的。你要摔着了，别忘了发视频给我们。相比那个更高兴，这个哈，提前买个保险。对，然后接下来其实工作就是重复，然后折弯可能到时候看看他们老师们开会吧，看看会，看看折个弯啥的，就剩折弯了，其他都对，就然后就石头子，重复性的石头子，填石头子嘛。对，其他的真是没啥了，该遇到的困难我们都遇到了，也都解决了。可能因为还没验证嘛，还没验收呢，要不趁还没走再去。也不是不行，也不是行，卡在中间一种叠加的状态。哎呀，薛定谔的铁路呀，对吧？但我感觉下一次来肯定是能通车，肯定能通车。走之前来确认一下我这三个朋友欠钱吗？还欠钱吗？你看你那个鬼头鬼脑的样子。确定一下啊，他们仨走了我可不负责啊。谁欠钱就不是我的朋友。任总不给钱咱就把铁道给扒了。哎，那玩意儿我跟你说，街上非你扒可快。谁让你说的？他是不是给我30个桃花币？是啊。莫名其妙少了15个桃花币，肯定是任课没给我。请大家立刻前往客厅参加无意义大赛。请大家立即前往客厅参加。完了，这个就是分会场、分赛场。好。有想要来参加的朋友们吗？我有个想法，可能有点大胆。你说，算了，还不说。今天所有的大胆的想法都会实现的。我们去开会吧。那想法确实太大胆了，接近疯狂了。他是晒累了。待会儿不会要发工资了吧？没有没有，挺好的。你发工资开始说无意义的话了。请大家快点到客厅，快来吧快来吧。他说什么快来吧快来吧。你说我们一群人去参加一个无意义的会，干无意义的事儿，而扰乱了我们再干无意义的事儿，这个事儿得多无意义。我们专门跑去干一件无意义的事儿。你说专门干一件无意义的事儿，这件事儿有意义吗？都不能细琢磨。真不能细琢磨。容易把自己逼疯的，哎，人还得跟蟑螂学习一下。哎，我发现一个事儿，你用手挡住这个太阳就晒不着你了。好，好，你是牛顿，那你不是要翻过来就是为了晒你的脸吗？你这是个鸵鸟思维啊！那太阳这么大，还能用眼睛看见？哎呀，眼睛那么小，却能看见那么大的东西，为什么呢？那你说眼睛大还是太阳大呢？哎呦，哎呦。咱们拉一3岁小孩过来跟我们聊聊天呢。是啊，太阳这么大，为什么能让我用眼睛看到呢？对啊，而且我看太阳的时候还有余光能看到你们呢。太阳既然这么大，为什么晚上我看不到呢？太阳那么大，为什么我的眼里只有你们呢？那太阳那么大，它晚上也得睡觉呀。太阳那么大，为什么我们很多时候却看不见它呢？那它也有不想上班的时候。那为什么眼睛这么大，我们还看不清世间的纷纷扰扰呢？因为当烈火燃烧时，我会先望向大海。你知道那个上面的云是怎么变的吗？请大家立刻前往客厅参加无意义大赛。我们是慢慢爬过去的。哎，这样吧，他每次喊一声，我们就往上爬一段。OK。看他什么时候喊到我们爬到不能再爬的时候就走。请大家立刻前往客厅参加无意义大赛。好，这个算了，这句。好，一步。现在点名批评还未到场的物民。爬一个。哎呦。
民们，快到客厅参加无意义大赛。他又说，他故意的，故意的。他说话的，他说话的频率明显快了。没说这件事之前，他从来没这么快过。一会儿爬不过来了，快来吧，快来吧。我们俩这到头了呀，快到头了，到时候咱就上去吧。嗯，行吧，走。去干无意义的事了，把我们叫起来。把一群无意义的人去干无意义的事。孟姐，我提醒，因为昨天确实咱们的那个，你跟我做脸，我感觉就是很好。我给你一个衷心的建议，我觉得你现在这个当当铺有一个重大 bug， 请说，就是我们可以用衍生币去那儿兑换东西，然后在你这儿当，空手套白狼。衍生币兑换东西来我当？他不当，不一定，你这个东西我会收啊。我觉得还是很有意义的。那你如果不收的话，那你收什么呢？我收，假如说你过来当你的演技。我就把这个演技给你收走了，你这个演技可能值多少多少桃花币，你以后就不能会演戏。就我贱卖了是吧？你以后就不能会演戏啊，是吧？我们是可以当这种东西。行。哎呀，呀，你们干啥去了？在那个石头上晒太阳呢，趴着。你昨天少给我5块钱，仁哥。因为你有一个桃花币，应该给我10块，但你给的是我5块。你要是这么多人，你欠这么多人钱，你赶紧把260给我呗。我今天早上起来查钱了。是吗？你少给了我5个币，应该给我10个桃花币，但你给我的是5个。是吗？对。好，等一下我们再聊。现在先聊无意义的事情。大家一起就完事了。走，吃饭去吧，新城。刘雪琴，吃饭。你讲话真大声啊！这就是中戏的台词水平。智胜，你也应该去读中戏。我去玩。你也台词清晰。有人愿意跟我共享一个馒头吗？我。来来来。哇，这是甜馒头。是吗？很甜很甜，牛奶馒头。瞬间后悔分了半个出去是吧？嗯，我一会儿还得再分半个。我喜欢吃甜的。今天这伙食真好，好几天没那么好了。嗯，好几天没那么好。馒头加个肉片吧，我虽然好久不吃馒头了。这馒头可好吃了，贼甜。甜不甜的馒头？我一会儿愿意再和谁分享一个馒头。我给你分，我给你分。你要吃吗？咱俩分一会儿，咱俩再分一个。但是这个是不是不是馒头？这是花卷，对不对？馒头。它好甜呀，为什么这么甜啊？牛奶吧。我也觉得是牛奶。一定是放了经典鲜牛奶。刘奶奶去牛栏山买了什么牛奶？灰化肥发灰，灰化肥发黑，灰化肥会挥发。对，王涛也中戏的是吧？那我乐乐不分。那你是靠什么去的中戏？就靠帅？就硬帅？靠我夸张的表演。我在好几年前。就有的网上发，就是有看过你一个照片，好看的不好看的，反正和你现在能感觉出来，那个时候就年纪很小。婴儿肥有那种，你个古装照片吧，流浪汉造型吗？啊，对对对对对，你个古装照片。你是不是你那也考第一啊？啊，你是不是你那也第一啊？是不是流浪汉造型？啊，是吗？八个第一啊？你吗？你的学校的是？他一考就考8个第一，但你是中戏第一是不是？对。那你当时拿到这个成绩，是不是就觉得对未来充满了希望，觉得自己一定会大展宏图？也没有吧。没有，这个大展宏图这个事儿是我从小心里就想，跟拿不拿第一没有关系。新唐，你是音乐剧的中戏啊？啊，那你认识王帅吗？王帅比我大一届。他比你大一届啊？比我大一届。我那会儿考的时候，老师直接说，你就来吧。我当时考试的时候。啊，这个他们还听我有口音，还让我给他念那个，给我一个绕口令让我念呢。那挺好的，老师，一看老师就喜欢你。我们当时考三试的时候，不是考形体吗？说能下腰的下，能下叉的下，我跟那个谁，那个种地那个，我们俩就全程站在那儿，下不了腰，下不了叉，我们俩在那做俯卧撑。你是哪个学校啊？北电的，中戏的。你跟我一个学校啊？他北电的。
他跟周远是同学。你跟周远是同学呀、啊？对，我也是这个反应。你们班的同学真的很多人。哎。